欢迎来到餐厅模拟。今天我们要挑战一下餐厅模拟器啊！我们先放支音乐啊，做美食必须有好听的音乐相伴。Music 开始。首先，我们做一道什么菜呢？你看一下啊、哦，这道菜马上开始，一个美味的早餐，培根加鸡蛋。OK， 这个老板说话废话比较多，我们给他喷一下这个防晒喷雾，清醒清醒，行不行？来，声音小一点啊，我们开始做一个煎鸡蛋啊、哦，煎蛋虽然简单。最能考验一个厨师的啊内力、功力，还有一个这个蛋壳也不能浪费啊啊，这个钙的含量非常非常高。哎，还有培根，看我们的培根，上等的培根啊，给你放点辣辣辣，超级辣，再放点这个啊我们的特殊的材料。哎，好了。上菜，慢用哦，慢用。哎，下一道菜继续开始做啊！我们上班一刻都不能休息啊，提高效率。他要吃什么呢？哦，他要喝果汁啊！来，我们有新鲜的水果，苹果啊，橙子现摘。啊，鲜榨果汁，这才叫鲜榨果汁啊！来，再加点，对，我们的特殊的小花，加个鲜花，嗯，不但好喝，还好闻。再来个蒸蛋，加强营养，两个鸡蛋。哎，这个营养相当丰富啊！来，我们的杯子。嗯，特别好闻，新鲜，营养。当我按一下铃铛，就开始上菜啦。哎，请慢用，这是我们的鲜榨果汁，里面还有蛋，啊，营养非常非常丰富。下次你还会来的哦。哦，来了位老大爷，大叔，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再抽烟了哦。嗯，好呛好呛啊，这个烟斗看看不是一般都能抽的啊，需要有实力啊。他要来个下午茶啊，而且是自己带的茶叶。嗯，他非常讲究啊，比较喜欢这个口味。来，我们先烧水，我们的水壶啊，灌满水，加满。再来点啊，快乐肥皂水，喝着它非常快乐，飘飘的。加点牛奶，这就是传说的奶茶吗？哦，原来奶茶是这样做的呀！牛奶泡茶就是奶茶。哎，马上开了，把茶叶包放到杯子里边，加开水，里边还有牛奶啊、哦，奶茶做好了。哦，光喝茶是不行的，我们给他一点啊，我们的硬货硬菜什么菜啊，来点一个烤饼，嗯，两个烤饼。哎呦，这烤饼，嗯，香脆。再给你来一个啊！哎，开始烤，三、二、一，起！哇，这烤饼金黄金黄的，嗯，香啊！来了，大叔，你的下午茶 ，OK， 请慢用。你的烟斗，哦，来抽两口啊！好啊，好啊，好，好好闻的，给你的烟斗，接着，哎呀，看着这手，哦，投篮投惯了啊，好了，本期体验到此结束，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